些臭男人在这干嘛呢？快走吧，姐姐。哎呀，我都看不下去了。还我李娇！夫人，夫人，怎么那么多人啊？什么时候来的？早上不是告诉过夫君，夫君应付不了吗？二娘子，夫君。上午二娘子已经赶走过一波了，这些儒生愣是不走，秦管家怕打人打出问题，既然他们是静坐抗议，也就听之任之了。哎，听之任之也不行啊。子豪兄，我靠，你们俩干嘛呀？子豪兄，我俩是来解救你的。我早料到你家会是这样，所以我跟程兄也早就给你安排好了。随我们来便是。哎呀，走走走走走走。夫人，我先走了。原来秦公子和陈公子有如此癖好。这些臭男人在这干嘛呢？快走吧，姐姐。哎呀，我都看不下去了。那些闹事的儒生怎么样了？恐怕还需要僵持些时日。他们有没有什么过分行为？据说前几天就是砸了砸门，现在全是静坐抗议。陛下，是否要派知金吾去疏散那些乱民？什么乱民？他们都是请愿的书生。如果他们没有什么过分行为，就不要干涉他们了，误害了民心。诺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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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哎，面熟啊！哎，面熟个屁呀、啊！张大人，大人，你这身行头，去拽我一把！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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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人，疼死我了！张大人，你们太沉了，你该好好锻炼锻炼啊！扶一把，扶一把，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你今天真是光彩照人呐！大人，你拽我一把！哎呦，大人，你等等我呀！哎呦喂，哎，哎呦，大人，哎呦，大人啊，这也不是办法呀，这连后门都给堵上了。是啊，你说就这么围攻衙门，这朝廷也没什么说法。圣上实施仁政，只为不公，朝廷原则上是不会管的，所以这些百姓只是围着，没有冲进来的。还真是，连个翻墙进来的都没有。大人，大人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又出大事了！还我李靖，抵制大反贼！还我李靖，抵制大反贼！还我李靖！又晕倒一个，哎呀，那你下来吧。哎，我好像下不去了。那你再看看。好，我观察观察。这老这样也不是个办法呀，真闹出人命了，咱们俩都得吃不了兜着走。现在这些儒生越闹越大，不光是长安城里面，长安城外的儒生都参加到静坐里面了。是吗？那真有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了。不行，不能再躲了，我先出去看看啊！哎，大人，大人，啊，还是再等等工部吧。不能再等工部了，工部明显是不想趟这个浑水啊。真要是出了事儿，就得咱们俩担着。所以咱们俩现在不仅是救人，也是自救啊。爹，有情况。
哎呦，怎么了？哎呦，啊，你别吵啊！啊，不是，大人，别着急，别着急啊！哎呀，真有情况啊！啥情况？哎呦哎呦，哎呦，你不说我走了？哎，那等等等等，我再看看。靠，我真走了。哎，大人，等等我！大人，等等我！等等我！还我礼教，抵制大坏蛋！还我礼教，抵制大坏蛋！还我礼教！柳大人来了。啊！柳大人，终于见到您了。您当年是我等儒生的魁首，是大唐礼教的先驱。可如今朝廷非得逼着我们吃这大白菜，您可得为我们做主啊！做主啊！刘大人，众位，先随我来。来人呐，端上来。刘大人，刘大人，来。看老夫的！哎呀，还是刘大人镇得住场面呐！回去看看去。对的，回去看看。这些儒生我最了解，宁折不弯呐、啊。命对于他们来讲，永远比不过一个李字，是真正的读书人。可是刘大人之前不是最反对种植大白菜吗？怎么会？当年老夫和这些儒生有些交情，他们认可我这把老骨头，也认可我的为人。今天只要我带头吃了这大白菜，他们就再也无话可说了。大人力挽狂澜，下官佩服。你们先下去吧，我想自己待会儿。大白菜得以在关中地区大面积的种植，朝廷认为我们农学界功不可没，特此嘉奖。下面有请王兴王大人讲话。是吧？今天能跟农学院的各位同僚们在这共同见证这一光荣而伟大的时刻，我深感荣幸。啊，那下面有请我们主办领导兰陵公主上台给大家讲几句话，大家欢迎啊。我仅代表皇上对农学建前段时间的优秀表现予以嘉奖，嘉奖的名单：少监王修赐御赐礼盒一个，御笔一副。好，谢公。希望王修再接再厉，继续为我大唐争光。王修一定不辱皇命。今造刘仁轨，
赐御赐礼盒一个，御笔一副。由于刘大人今天抱恙在身，未能出席，由王修代领。好。左校张运与农学监众官员乃我大唐之栋梁，朕倍感欣慰。此乃皇上口谕。谢陛下。平身。接下来，请王修上台讲话。大家好，我是王修，今天来到这儿第一次登台，非常紧张，哈哈哈，哈哈哈，谢谢大家，其实呢也没什么可说的，能为朝廷效力，为大唐尽忠，是我们每一个大唐子民应尽的分内之责。好，啊。我能有今天的这个成就，也是要感谢各位的支持。首先，我要感谢国家，感谢朝天，感谢党，感谢 CCTV、MTV， 感谢乐视网。我还要感谢我的大夫人，感谢二夫人，感谢老四，感谢钱管家，感谢胡账房，感谢栓子和二娘子，还有旺财。当然我们最要感谢的就是兰陵公主还有刘大人啊。好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我爱你们。好。下面请欣赏歌舞。